回去给你们做蛋糕吃，好不？今天做鸡肉紫薯蛋糕，原本我用的是芝士蛋糕的模具，然后老头说蛋糕应该是圆的，等着啊，慢慢等啊，找嘞。然后老头嫌弃我笨手笨脚，他说他来做。他在紫薯里放了牛奶。发财一直在厨房间守着，今天是财哥15个月的生日。这个蛋糕最奇葩的是有个荷包蛋，老头非常得意之作。蛋糕终于做好了，长得有点奇怪。其实我也不太挑。可以吃了吗？好嘞，今天我们要给小发财过生日了，好吃的生日蛋糕，妈妈要切蛋糕了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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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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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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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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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好了，我们吃蛋糕了。呦，小六家，好了，这个给发财吃呢。好吃吧？别咬我手指头。